把玄烈扛走，现在还来得及。王娘，公主，您不能进去，滚开！王娘，公主，滚开！王娘，王娘。 皇娘，皇娘，皇娘！不是说了吗？以后没事不许随便进来。皇娘，我就问您一件事儿，问完我就走。什么事？我手上这个伤是怎么来的？您还记得吗？问这儿做什么？ 我记不清了。您怎么可能记不清呢？您再好好想一想。我说过不记得，就是不记得。你不记得，我记得。 来人，来人！你不用喊了。皇娘，这个女人说她才是我娘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到底是谁的女儿？你还是先来认认谁是你的额娘。对，闺女，好好认认，谁是你的亲娘？ 你还回来做什么？拜见您出宫。她怀孕了，你好好照顾她。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整个后宫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。你以为你偷偷找太医看病，就能瞒得住我吗？是我不让太医声张的。 我就知道皇娘疼我。祸乱宫闱，那是死罪，你知道吗？谁都知道你与吴应熊无夫妻之事，可等你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整个宫里会怎么看你？ 皇上会怎么看你？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吧？你和我的恩怨和孩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了。
因为她是你的女儿，你是我的仇人。你总知道娘说的是真的了吧？快点跟我们走吧，一会儿侍卫来了就完蛋了。闺女，他们知道你不是真公主，是不会善待你的。啊！快点跟娘走。我看你就是贪恋皇权富贵，这宫里以后没人对你好了。这世上也没人对我好了，包括你们。哎，这世界上除了爹娘，还能有谁对你好？世上只有一个人对我好，那就是韦小宝。我这辈子跟定他了。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。爹咋了？你爹咋了？居然嫁给这样一个怪物。不男不女，又黑又丑，像一个肉球一样滚来滚去的，居然还敢冒充我皇阿玛，真可笑。非得让皇帝哥哥斩了你们！哎，闺女，闺女，主啊，你得赶紧对咱姑娘说，我以前长得不是这样，你忘了你以前怎么夸我的？四个字儿：玉树临风。你都怪我不该骗他这么多年。太后，奴才们刚才，奴才。告诉皇上，有人要劫走建宁。这。回来。太后。让多隆来见我。快。这个。